里面请。这边呢是我们的办公区。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新来的编导林佳莹。大家好。再给你介绍一下这位，编导助理于在走。助理？啊，助理。这是我们第二期要做的内容，请你打印15份。还有，我需要苏州克斯和克斯匠人的资料，越多越好。时间嘛，麻烦你下午1:30之前交给我。袁领导，那个顾总还在等你，要不咱先上去吧。好，麻烦你了。这边请。走吧，走走走。这于编导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走吧。木导，王姐。走。操堂有事缺席，在开会之前我向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从国外请回来的编导袁佳莹。从今天开始，袁佳莹将担任 A 组的编导，于再早担任 B 组。每期节目两组共同完成。初次和大家见面，客套话我就不多说了。相信大家都已经知道这次的主题是克斯，你要对象是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林尚英女士，但她一心扑在克斯上，极少参与这类活动。林尚英女士，恰巧我跟她女儿关系不错，要不我去联系一下。朋友够多啊。先约拍摄时间吧。不好意思，于再早，为什么来晚了？你们继续。没去庆功宴啊？给谁庆功呢？这是公司的决定。你明明没有参加第一期的录制，可编导的署名是你呢。公司要打造金牌的制作团队，一流的导演和主持人，节目编导自然也不能是个无名之辈了。把署名还给我。你没听我解释吗？我说了，这不是我个人的决定。我说把署名还给我。那
你就是个编导助理，不给你署名很正常，我也是从那个时候过来的。还给我，还给我，还给我，把署名还给我。干嘛呀？还给我。鱼在找你干什么？他喝了酒了，留着。鱼在找你，先走吧。醉鬼。鱼在找你，闹够了没有啊？鱼在找你，冷静点。你别闹了，行不行？我知道做什么选题了，服饰，清代宫廷女性服饰。你的策划呢？女编导也有新创意啊。不如说出来听听。没事儿，我还没想好。顾总，那我先出去了。这没想好怎么就来了？顾总，做服饰特辑怎么样？先做具体方案吧。嗯。这个颜色不错。哦，对，这种青蓝。往下。这种颜色也挺有意思，比较淡雅。下一张，这个就有点老气，对吧？这应该像是民国的那种感觉。嗯，对。小鱼呢？这是什么？当然是 B 组的拍摄计划了。我不同意。于编导，前期的采访准备中，你并没有从老师傅身上挖掘出任何有价值的故事，这就意味着你整个拍摄内容可能会整段垮掉。为了节目看点，进行适当的艺术虚构是必须的。我想你身为编导，应该能理解我们和纪录片的差别吧。当你无法找到看点的时候，你得学会制造它。我才是 B 组编导。这期的主题是我在把控。非拍不可吗？我希望你能顾全大局，好好配合我，尤其是在你提不出任何好创意的时候。好，那你自己拍吧。旗袍流行于民国时期的中国女性服饰，形成于上个世纪20年代，兴盛于整个30-40年代，一直蓬勃发展至今。旗袍通常右衽大襟开襟或半开襟，立领盘钮，侧摆开叉。不同的年代，随着女性的着装需求变化，并融合西方时尚元素，旗袍的式样、领高、袖长、开叉的高矮也随之改变，在美丽的中国女性身上留下了鲜明的时代烙印。这个小丫头片子还挺漂亮，看看。
从这些传世的珍品画作中，我想观众能看到含蓄优雅的中华传统女性之美。我想中国女性的美丽绝不仅仅于她们的妆容与服饰，对吧？对，我们这期的主题就按照中华女性衣冠做出调整，各部门积极配合，等到第二期上线，第三期的内容同步制作完成。拍摄的旗袍怎么办？老艺人的故事怎么办？缩短时长吧，不要破坏这一整期的节奏。要走啊？这里不需要我。你是不是觉得我在偏袒于戴早？我没这么说。如果你觉得在我这儿不能发挥你的才干，你随时可以离开。但是如果你认为你会怕输给于戴早，我必须留下你。为什么？是，我承认，于戴早在这方面非常有天分，但是这次找不到灵感，他足足消失了3个小时，毫无责任感。而你不一样，身兼两组。顾全大局，如果我失去你了，这个节目迟早会盖天窗。可是没有可是，佳音，不要再次逃跑。老板，出事了。出什么事儿了？你先别急，大家一起看看。非遗物语，每周六晚间8点，我们陪您一道走入非遗的世界，鉴赏中华传统的艺术。在这里，再也没有曲高和寡的喧嚣，只有雅俗共赏的欢乐。这是怎么回事啊？这和我们节目的主题很相似啊。这是日本节目吗？在说话。我给你解析一下这个词语，非遗文物语，意思就是让非遗和文物说话。文化节目当然越多越好。兴起推广传统文化的热潮本来就是一件好事儿。没那么简单吧？这两档节目播出的时间中间间隔的非常非常近，他们最近也在苏州取景，这想避都避不开，竞争一定是非常非常的激烈。如果我是对方的制作人，我也会选相同的题材呀，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更高的关注度和话题度。无风无浪多没趣，有人竞争才好玩嘛。
我是说，良性的竞争可以促进自身的进步和传统文化的发展。这样啊？哦，行，我知道了，谢谢你啊，改天请你吃饭。他们花大价钱收购了一块极品玉料，以此诚意打动了李大师。而且这期节目呢，邀请了目前流量最高的小花小草来做嘉宾，广告卖得非常好，平台的资源呢也更倾向于他们。就上期的点击率来看，我们虽然比较高，暂时领先，但是呢，从话题度和热度来看，他们是后来者居上。哎，那要一直这么下去的话，广告商肯定会对咱们节目没有信心，平台那边也会出问题。干脆啊，哎，干脆咱们呀，就找那么几个当红明星，让他们来客串一下子。这就有跟风的嫌疑了，也不符合我们一贯的节目定位。看我干什么？我是 A 组编导没错，但 B 组拍摄出了问题，会影响到整个节目。你是 B 组编导，现在 B 组出了问题，就没有对策？我在想，我们没剩多少时间了，你又给大家发一下。明天早上5点，请大家赶到王老师的工作室，他助理会带大家进行参观拍摄，他本人由于急事去了云南。明天我会带人飞过去完成他的个人访问，其他的等我回来之后再说吧。这样赢不了。现在的问题还是赢吗？如果节目无法如期制作完成送审，耽误了上线时间不说，你严重违约还动摇了广告商，这关系到整个节目的生存。你朱瑞该吃饭了，我订了餐。来，我帮你。谢谢。我会把计划 email 顾总，如果他也通过了，可你别再固执。好了，都别吵了，赶紧放松一下，吃点东西。小鱼，吃点东西。嗯，好，蓉蓉，那辛苦你了。王姐，外面有人找你。啊，好，谢谢。出去一下。真好，你咋知道我没吃饭呢？我猜的，给你打。谢谢。小鱼，这是你的特别加餐，辛苦了。谢谢。俩大鸡翅啊，你加油啊，一会儿你慢慢的吃，千万别噎着。凭什么还有特别加餐呀？还有个大可乐，还有大鸡翅。小鱼很辛苦嘛。别再打，签字。你是 B 组编的，计划得你签字。去哪儿？我去洗手间。你没签字之前哪也别想去。鱼再早。李编导真可怜啊，上个洗手间还有人跟着。这是给小鱼的。变了，然后彻底变了，变得喜欢女人了。默默，你怎么跑到这儿来找妈妈来了？默默整晚哭着喊着要找妈妈，她难道哄都哄不住，这才让我带着她来找你。我打了很多电话，问到经纪人那儿，才知道你在这里。妈妈在工作呢，你看，那边有一屋子叔叔阿姨等着妈妈开会呢。你这样好不好？你先自己回家看会儿动画片，妈妈就回来了。你就和我们一起回去吧，孩子还这么小。要妈妈陪的呀。妈妈，我有一个秘密想告诉你。嗯，你说。妈妈，我爱你。
妈妈也爱你。好了，你看，妈妈的同事来催妈妈开会了，回去等妈妈啊，妈妈马上就回去陪你啊。好，金姐，带她走吧。妈妈，我不想走，我不要。妈妈，我不想走，我不想走。都是自找的。木导，你来了。我说你不是别人的毛病，到底什么时候好？我在这站着呢，你看不到啊。你也要去上厕所，还要跟我手拉手？我只是告诉你，现在木导也到了，我有导演和主持人的支持，这个拍摄计划都会进行。你自便吧。对了，我好心提醒你一句，这里是公司，八卦不可以，节外生枝更不要。和同事保持距离对我们的工作有益处，别给我多管闲事，影响我们拍摄了。你再走。王姐，穿得真好，太漂亮了。谢谢，谢谢大家。啊，对不起啊，我接个电话。木导，木导。啊。这次时间太仓促了，让导演组费心了。哎，没什么。哎。咱这个节目你觉得是不是不逊色于他们那个玉器巡展呀？在我心里你们是最棒的。都是大家的功劳，况且剧本写的不错呀。再接再厉。对了，于院长，陆子刚最后是怎么样了呀？民间传闻有一回他不小心在龙头上落了款。呗。涛涛，如果下次有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你又不是第一次演戏，以前你不是参加过什么话剧社的吗？嗯，这演得很好啊。嗯，很好，唐教授，鼓励。还有下一次。佳莹呢？哎，不是于编导说他全权负责通知的吗？好像忘了。之前临时改变拍摄计划，没有来得及通知你，是我的错。我诚恳地向你道歉，可以原谅我吗？你说能不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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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郑重地向你道歉，你能原谅我吗？没关系，现场只能有一位编导，我理解你的选择。毕竟是我先干涉了你的工作，给你造成了困扰，换作是谁都会生气呀。嗯。哎，你没有什么别的想说的了？说什么？陪我去趟医院。啊？出什么事了？汪姐在来公司的路上出点小事故，我现在要去医院，你陪我去，你留下来准备第五期的拍摄方案，我回来就要开。你没有听清楚我的要求吗？下车。顾总，拍摄方案我昨晚2点发到你的邮箱了，请问我可以蹭个顺风车一起去看望汪姐吗？言归正传，这期拍苏州园林怎么样？很多博物馆都会与民间非遗团体合作，共同开发中华传统文化项目，内容与形式有很多，不局限于文物和古建。其实我们可以，哦，于编导有什么高见？于在早。淘气被否了，你有没有在听啊？非遗。那个人干嘛呢？怎么在博物馆里跳舞啊？国风舞蹈团主要研究的是中国古典舞，可是流传至今的舞蹈资料太少，中间还曾出现过断代，只能根据现存的文物、壁画、拓本、文字记载来复原。今年苏州文物展开展礼也请来了他们做舞蹈演出。他们是想从文物中复原舞蹈？你自己亲自看看不就知道了吗？骆小姐，陶教授。骆小姐，这两位就是我曾经同你提起的顾总、编导袁佳映小姐，他们想亲自跟你谈谈节目的事儿。国风歌舞团飞升国际，没想到身为首席舞者的陆小姐竟然如此的年轻。顾总过奖了，你们的事情陶教授已经同我说过了。从我的角度来看，国风舞蹈团的孩子们正处于应该专心练舞的时候，这个时候参加当红节目的录制恐怕会影响他们的日常训练。陆小姐，我们的节目不是哗众取宠的娱乐节目，平时的拍摄也会根据你们的时间来安排，一切以你的意见为主。陶教授给我看过你们的节目，可以看得出制作者的用心和认真，所以我想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们可以配合拍摄。感谢。陶陶，我刚才看到一个很有趣的歌舞剧友。啊，陆小姐，这位是编导于在早，你很喜欢的几段戏中戏都是他创作的，我早就想为你们介绍了。不必费心，我们认识很多年了，不是吗，于小姐？飞宇，陶教授，很遗憾我可能要辜负你的一番好意了。一个半途而废、对人对事都毫无责任感的人，竟然在贵公司担当重任，恕我无法信任你们，另请高明吧。陆小姐，你们有过节啊？没有啊。没，
于编导，为什么陆飞宇一眨眼的功夫就改变主意了？请你告诉我，你们之间到底有什么过节啊？为什么他一见到你转身就走？没有过节。我不信。这期内容要做中华古典舞复原，他在这个领域他有奖有人气，我不想轻易放弃。这关系到整个节目组，你不能含糊其辞。我们以前一起学过跳舞。然后呢？没有然后。行，既然你不肯说，从今天起这就是我的项目。小鱼，你这要让给原编导拍啊？你是要一个人完成这期节目的编导吗？录制迫在眉睫，不能因为鱼再早一个人影响整个节目。这期请交给我全权负责，不论用什么手段，我一定会让陆飞鱼点头参与录制。拒绝了别的栏目组，答应来我们的节目。现在不是乱开玩笑的时候，你自己看。大家准备起来吧。好，大家分头工作，好吧，抓紧时间准备。小谢，你过来。顾总，我成功了，可以放弃休假了吗？这可是你自己放弃的，要想再休假，我是不会批的。方案，好吧。小谢，你现在有什么新的想法吗？哦，好好补课啊！既然陆飞宇同意加入咱们节目啊，好的，咱们应该突出一下他个人的读物，从咱们的拍摄说。小鱼太厉害了，你怎么做到的？你是为了辛苦这次，我给你捏金。香，可是顾总，昨天你明明让我做方案，推翻重来。A 组去苏博拍文物 ，B 组去找最著名的制香大师邱泰，我已经联系好了，下午采风，明天开拍。还有别的事儿吗？没有就出去吧。嗯。佳莹，你怎么了？石勇哥，我跟你说过很多遍了，我不想一直拍文物，那拍来拍去都没有发挥。我也想多跟艺术家接触接触，看能不能挖掘出有趣的故事。我对你有其他的安排。什么安排？广告。现在连最难搞定的陆芳香叶集团也愿意和睦合作了，你千万不要搞砸了。我信任你，才把最重要的事情交给你，不要让我失望了。哦，原编导你回来了，今天拍摄顺利吗？不提了，还是你们轻松。早知道这样，我就接 B 组。是我们跋山涉水的腿都跑细了，是挺轻松的。于编导之前是学新闻的，现在做节目编导，是很有创意，但缺乏经验。顾总呢，是照顾你们，哪儿容易出故事就让你们去哪儿，你不知道吗？博物馆的拍摄出问题了。怎么，你盼着我出问题啊？让你失望了，我的拍摄很顺利。哦，袁佳音，你再早来办公室。我千叮咛万嘱咐，你还是搞砸了。那边非常生气，扬言要撤广告，这到底怎么回事？顾总，我追到汪姐住处劝了她一整天，她还是不肯拍这个中差。我也没想到消息传那么快，广告商那边已经知道了。自然有人从中作梗，毕竟中差只是第一步，全程冠名5000万，你说方权动心不动心啊？又是他们，要不是你县长出事儿，他们怎么会有机会？你还想说什么？对不起顾总，我再去想办法。你别去了，于大早，你和汪姐走得近，这件事情交给你来处理。但我是 B 组的编导。可你也是传承节目组的编导，从明天开始你们两组对调，
先要去帮你的忙。我希望这件事情得到迅速的解决。顾总，出去吧。哦。于大嫂，我会再找顾总商量，帮我们换回来。无所谓。你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吗？汪姐现在坚持不肯拍中差，穆导一气之下也走了，到现在还联系不上呢。广告商那边我们也不能开嘴，他们已经从邱老处拿到了相方授权，很快就会联合苏博文创开发古法香薰品牌，推出一系列新的产品。这个广告要是拍不成，我们损失的可不仅仅是冠名费。所以呢，这些跟我毫无关系，我只需要拍好节目。不知所谓，我看你明叔。我和邱老沟通过这件事儿，他坚持地认为这种娱乐广告是对传统香艺文化的解构，直言非常不喜欢这种形式。食古不化，丽丽姐那边怎么说呀？这段戏中戏本来就是他主动要求拍的，但同时呢，他又不愿意得罪邱老，影响他们日后的合作。据我所知，现在两边都在打太极呢。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啊？那这节目接下来拍还是不拍？你这有这么大的狗脾气，何况邱老是个坚持自我的艺术家呢，你就不能有点耐心吗？我有耐心，我可以有耐心，但这片子得送审啊，现在该怎么办？我那边拍得好好的，邱老突然说他不拍了，他要退出这期节目。你们别着急，我再去跟邱老谈谈，现在就去。拜托了，阿迅，马上联系一下其他的香艺大师，看看谁能来参加这期节目。我先去找丽姐谈一谈。散会吧。于在早，你就这么解决问题的吗？你知不知道现在整个组都在那空等着？佳妍，既然问题已经发生了，我们该想办法去解决。现在互相埋怨根本毫无意义，还能怎么解决？我只能努拍点别的画面，希望能顺利过关吧。于再早，我知道你为了赢得这次广告通宵做计划，实际上你拍的也非常的好，客户也非常的满意，这其实是老艺术家的坚持，你不用放在心上。
他俩。你们拍什么呢？拍点素材呢。你这样的人还得过摄影奖，是那届评委有问题，还是你现在已经不行了？你看你游得好，还是爷爷游得好？嗯，好好。邱老就是这样说的，举办展览时大家一窝蜂的去看，热闹看完了就这么散场，连展品都未必能看清楚。为了让观众真正喜爱我们的文物，策展人往往需要很多努力。我想这就是邱老希望你能做到的，在做广告的同时别忘了我们做文物的初衷。也就是说要做广告还要兼具艺术性。是，听起来似乎很矛盾。你看，袁编导，这样没头绪的剪是不行的。你先去吃饭吧，我再看着。不，怎么样，有收获吗？鱼再早，就因为你。尝尝，我看看。拍了好多素材，辛苦了。拍再多素材又有什么用呢？太琐碎了，我都看过了，用处不大。除非邱老愿意回来拍摄，否则。你有什么想法吗？
就他了。现在，啊，他说去老工作室，刚出发。小金，他还没有素材呢，拿什么给邱老看？你的素材呀？什么？我连初见都没完成呢。啊？哎，佳音，我送你。嗯，对了，一会儿丽丽姐来了，务必让我请你把她稳住。你说啥？老板，你慢点。老唐，不可以。为什么？我会重新拍摄，马上就去拍，不可以拿这种东西给他看。这和放弃细胞有什么区别？这是精简过的样片。那都是些没用的素材。秋老，秋老，我们是来送样片的。进来吧。于队长，相识从小，两小无猜，圣旨也好，命运也罢，你都不要听。你只记住一句：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我既许了你，此生不变。秋老，这就是宣德如。朱瞻基文武兼修，尤善书画，是一个文化造诣很高的皇帝。由他亲自督造的这批宣德如，具有较高的审美品位和艺术价值。因珍品少有流传，目前馆藏的百余座宣德炉多为明清仿制，其中不乏造型雅致、色泽高妙的佳作。绵延数千年的中国香文化在进入现代后，逐步由传统手工产业迈入现代化规模生产，各种规模大小不一的制香工厂、制香基地、香叶产业园如雨后春笋般崛起。传统古代制香秘方与现代化生产相结合，产出更多适用于日常生活的大众香型。在这些地区，制香成为当地人一种理所当然的职业选择。在中国，仍有很多制香师固执地拒绝集体化、现代化的香叶生产，坚持以传统手工方式完成香料的采集与制作。在他们的心目中，从最初选材到最终成香，本身是一个人与香材、人与自然沟通的过程。制香要根据用香人的气质与需求进行个性化的定制，为香气注入灵魂，这是永远无法被冰冷的现代化机器所取代的。Thank you.
从先秦开始，中国人就开始用香，发展到了宋代，文人雅士、闺阁女子，人人檀香爱香，也亲手制香。香可以去污秽、养心神、冶情操，是雅趣，是品味，更是艺术。福建人林师傅拥有58年的制香经验，从在街边摆香摊到拥有自己的香铺和3名学徒，一路走来很是不易。他说会将这门吃饭的手艺一直传下去。我12岁啊就学习制香了，这就是我的命了。宝宝啊，跟爷爷学习制香吗？好不好？好。来，你也装，把这香装在里面来。慢点儿，看看。哎呀，宝宝做得好啊！来，您亲口。香艺是历史悠久的中华文化，但继承香艺的人却各有不同。他们当中有普普通通的谋生者，有像邱老一样坚守本心的艺术家，还有很多隐藏在人群当中永远不被发现的老师傅。职业、艺术、生命，虽然走在同一条道路上，却是截然不同的3种选择。邱老师，我们拍的不是节目，而是人生。嗯。爷爷，刚才那段就那个梅香，您能挑出来吗？邱小姐，当然了，邱老亲自调出来的香味非常接近纯天然的梅香，那种清幽高的芬芳是纯工业批量化生产永远无法复制的，你就来试一下。哼，他好不容易放了个假回到家，就在屋子里一窝，我保证在这一个月里你跟我说话绝对没超过10句，还是。爷爷，我真的想学，现在就学，你马上教我。就那个高贵冷艳的中国香，我要送给快出国的闺蜜，那一定是最特别的一份礼物。走嘛，爷爷，现在就学。哎，怎么说着弄？哎呀，哦，慢点，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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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你呀，你这慌慌张张的样子。制香，首先就是要心静。来，先把手洗洗。你闻闻。不是要学这个啊，学制香就要从基础开始，这跟盖房子一样，只有把地基打扎实了，才能盖出你所想要的空中楼阁。妈，好妈，我会认真学，就从头开始学。好，看我啊，来，岳敏导，你剪的素材非常好，如果没有你前期的时间投入，我们是剪不出这么好的样片。为什么？我看了无数遍素材都找不到有价值的地方，他们那么琐碎世俗，我几乎以为……岳敏导，生活不就是琐碎和世俗吗？你昨天又陪了他剪了一个晚上的片子啊？世俗。没事，挺好。这是什么？这次文创销售的不错，设计师非常关心，
所以呢送了很多新的文创过来。看啊，有文创的书桌套餐。呀，好好看哦。定制的笔。做多精致啊。你看人家书签做的啊，特精致。啊，我要这个，这个太好看了。据说都是限量定制版。这是啥？钥匙扣。这个还成套的呢。哎呀，哦，好可爱。你看小鱼。我不要。喂。不感兴趣。还不如这杯果咖都有吸引力呢。有那么好喝吗？水果味的咖啡呢，不仅可以提神，还可以激发我的灵感。嗯，我上午都喝了两杯。你看，这个到时候给你，这个、给谢瑶。阿雪，哎，小阿姨呢？在您室里闷一天了，怎么叫也不出来，午饭都没吃。这都不行，重检。袁编导，能不能歇会儿？我中午饭还没吃呢。那你去吃饭，我再检。佳莹，你在干什么？我能检出更好的样片，现在不要打扰我。好片子不是没日没夜检出来的，回家休息，休息好了再来。没可能啊，我能检出更好的样片。袁编导怎么了？受打击了呗。为什么？你不知道啊。那这么说，现在需要我的帮助了？哎，没必要，没必要啊。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我也有。别见了。我可以。袁佳莹，你再努力也追不上我，你没有希望啦。鱼再走，你给我站住！鱼再走。袁佳莹，给我看见这小伴儿，那方法还真是特别。小鱼，别跑！哎呀，住住啊！你没事吧？都给我住手！一个小时后，各自带第八期的拍摄犯人来见我。鱼再走，下一期。最后再来一次公平的比试。好啊，我最喜欢比试。完，小鱼上当了。啊？什么意思啊？这第一季的最后一集啊，他们俩谁赢了，谁就是传承的总编导。珠宝奢侈品牌金一珠宝也会参加这次的珠宝展。中国古代首饰与现代珠宝设计的思维碰撞，传统工艺在当代的沿袭与艺术审美的变革，我觉得是个很好的主题。而且我听说他们这次邀请了四位一线男星联袂出席，想想看这个画面啊，将是业内难得一见的盛况。奢华耀目的珠宝加上星光璀璨的流量，还有什么比这两者的结合更吸引人的？而且他们这样一来啊，更加吸引广告的植入。嗯，哎呀，能不能别那么庸俗啊，我们这是一个文化节目，别弄得太商业化行吗？商业化有什么不好，它能为我们带来更多的资金，区别在于你拿着这些钱要干什么。如果节目质量上去了，那商业化就是有价值的。如果你一味地追求利润而忽略了品质，那到时候你求着广告商，人都不会理你的。所以说节目怎么做，决定权在你手上，不要一味地怪商业化。嗯，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难得说的这么有理有据的话，我赞同。顾总，我觉得这第二季啊，还是应该采取鱼再早的建议啊，以书画为主。书画更适宜，我认为。穆导，这金一珠宝这样顶级的珠宝品牌能否同意我们拍摄还是个问题呢？珠宝展一期一会，书画等待了千百年，他又不会张脚跑了，再多等一期不是问题吧？一期自然有一期的创意，错过了时机，它就不是最好的。穆导，我还是认为这期书画更合适。
这次我同意佳莹的。穆导，你先听我说，做书画的很多，做珠宝的却很少。为什么中国首饰文化价值一再被低估？是因为他们不会拍。但是我相信你，一定会拍出它的美丽和文化价值，对不对？您拿主意，我来拍。那就太好了，那就这么定了。散会。顾总，我想起我有个朋友非常适合做我们这期的嘉宾，下午我把他带来给你介绍一下。谢王姐。客气。好，拜拜。嘿，顾总。再说吧。哎，这小鱼毕竟是个编导，你这么对他是不是有点……那又怎么样？佳音说的对，珠宝展很难得的。如果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请在下午5点前提出来。我辞职了。啊啊！辞职？不是，小鱼，你说什么呢？小鱼，我辞职了，谢谢大家的关照，后会有期。辞职了？喂，小鱼，小鱼，哎，你要去哪儿？你什么意思？辞职信 email 给你了，提出离职是很突然。如果公司提出要补偿金的话，就是因为我否认了你的方案吗？因为我是节目的总编导，但我这个总编导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你再走。在刚才的会议上，我连一秒的阐述时间都没有，也没有任何人来询问过我的意见，这不是正常的工作状态。我不接受你任何威胁，我再给你一次机会，把这破鞋给我收回去。你接不接受 ？Who cares？ 拜。哎，小鱼。真走了？这怎么说走就走啊？是不是太突然了？编剧不合呀？不能吧？看什么看？不用工作吗？好了，工作。顾总，小鱼是节目最重要的主创，现在第二季都还没有开播呢，节目正是需要他的时候，怎么能让他现在就离开呢？我去劝劝他好不好？如果他愿意回来，能不能请您既往不咎？你也知道他是主创，就这样丢下节目任性离开，说明他对节目对公司都毫无感情。他不是的，说到底他敢这样我行我素，就仗着自己是节目元老，以为节目离开他就不行了。现在第二季还没播，广告全满，我们不再需要他了。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你这明明就是过河拆桥。顾总，小云明明有人逼他吗？是他自己要走的。可是小云明明就是……你还叫上去跟他辩论去？我不是，没跟他在气头上吗？他是老板，一个预算早失去之流，那是我们能说了算的吗？如果你真的把顾世荣逼急了的话，他于编导在外面谁还来用他？他管那么多闲事干嘛呀？这可能就是个时间问题，说不定过段时间顾总他消气了，小鱼就回来了呢。他是金一珠宝最年轻的设计师，这次的珠宝展也是他负责。他说今天来博物馆找灵感。安先生。安先生，你可真难约，终于见到你本人了。抱歉，珠宝展有很多准备工作，所以一直没抽出时间与你见面。安，我还有两笔就还完，不介意吧？当然介意啊。这位才华横溢的设计师是不是挺年轻的？傲慢和他的年纪一样，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你也不遑多让。
久啊？我也不知道。韩先生，我们现在能聊一下合作吗？贵方提出的方案的确很有诚意，不过这件事情我另有打算。您说。有家公司跟你们同时提出了合作邀请，他们的策划案也非常的新颖，深思熟虑后我想让你们联合采访。是哪家公司啊？我们家银环富时庸袁家银，熟人都是熟人呐、啊，安三，安三，太帅了！哎，顾时庸，人家安三比你帅多了啊！感谢安三给我们合作的机会。真没想到啊，顾时庸，你我两家公司还有合作的这一天。不过江湖就这样，小顾啊，年嫩了点儿，你再多历练两年，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上什么事都能发生。安先生。关于这件事情，我觉得你们的节目在不同的平台播出，有利于提升品牌价值。到时候会邀请你们参与宣传活动的拍摄，包括明星们的采访。还有问题吗？我觉得没有问题了。方总，安Sir，给你介绍一下啊，鱼在早鱼小姐，她是我们这个节目的总编导。你们先就不介绍了吧，太熟了。行，我代表小鱼特别感谢你的培养还有个案。安先生。爱丽丝，好久不见。行啊，小鱼，这么早就认识安Sir了，难怪对方一看到你的名单，立马就答应了。普通朋友。明白，明白，明白，我特别理解。你理解什么呀？放心啊，我不干别人的私事。哎呦呦呦呦呦，看起来他很 care 啊。我能单独和你聊聊吗？干嘛呀？袁佳音，我们家鱼再早以前在你们那签的合约我可看过，根本没有什么竞业限制的条款。他想去哪里，他没有义务向你汇报。方先生，你误会了，我是作为朋友想同于再早聊两句。朋友？嗯。啊，行行行行行，朋友，那你们聊啊，我先走一步啊。
我劝你不要和方权合作。为什么？从传承正式上新开始，我们同非遗物语的竞争便已彻底结束。你要知道，完全不在一个量级的对手，根本没有彼此竞争的可能。所以呢？虽然我不想承认，但确实是你打造了这档节目。你只要向顾总道个歉，他还是会让你回来的，让你低个头而已，不比去做一个网综更有前途吗？你是说，即便我去了对面，也没有办法跟传承竞争，对吗？这有什么疑问吗？那可不一定哦。那好吧，那我也很期待你到底能否力挽狂澜。于再走，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于再走，有病吧？顾总，您这样说一点都不真诚，连我都打动不了，简直是太不真诚了。汪姐，你怎么也在这儿啊？那救你的呀。我真的尽力了。他们说的没错，你真的不真诚。你呀，应该用你的真情实感认真的跟他说对不起，我错了，让他重新回到你的身边。这什么矫情又可笑的鬼台词，往你的右手边看。我真的是服了，这个庄大小姐到处疯狂的上节目，跟别人说是我们拿着台本逼着她演的，粉丝呢都在声讨我们。啊，小鱼啊，真的是太冤枉了。是啊，不能让她太得意了。顾总，小不忍乱大谋。于再走，我正式向你道歉。希望你能不计前嫌，重新回归。重新回归我们节目。还算真诚。顾总，练习了半个小时，终于有进步啦。提条件吧，拍摄方案必须要我通过，我要绝对的尊重。好。我要庄依依离开公司，永远不再回来。好。我要。你还要什么？还没想出来，先保留着吧。你们有空嘲笑我，还是好好想想怎么挽回一落千丈节目口碑吧。还有你，王总，有机会再合作，你慢走。阿旭，送一下。佳莹，通知大家一个小时之后开会。这次的情形真的很严重啊。哎，这才短短一个礼拜的时间，这都撤资了多少个广告商了，你说严重不严重？
我不想隐瞒大家，现在已经有6家广告商撤资了。摆拍影响了节目的声誉，加上背后有人推波助澜，我电视台的朋友告诉我，他们内部考虑撤掉这档节目。还有什么坏消息？如果有关传承节目的负面舆论持续发酵，那么博物馆与我们的合作也有可能终止。我会当众道歉，引咎辞职。虽然这样做无法挽回节目声誉，但我身为这期编导，确实要为不良策划带来的负面影响负全责。你要辞职？我是这个节目的总导演，顾总，这个节目的总制片人。那你要辞职，那我们怎么办？我们是不是也要辞职？那这个节目怎么办？我们碰到问题解决问题，不能出了问题就逃避。穆导说的对，问题的关键不是压住负面舆论，而是尽快的挽回我们的观众和我们的口碑。你们看我干什么？你还有想法吗？没想法。既然大家不接受我的辞职信，不如看看我对这一切新的想法。可以啊你。可以跟你谈谈吗？我是传承节目组的编导。那边有车在等你。可真是偏心啊！好在我早就打算来水货斋找素材，对不起了，这回抢先你一步了。他是在我身上装了定位器吗？来得这么及时。我明白了，有一个民间画师仿照雍正的12美人图作画，可这画中呢又藏了别的画，是这个意思吗？那装裱的时候，
原画被隐藏起来，画家为什么这么做呢？现存的清宫十二美人图无题无款，很难确认画中人的真实身份，但在画中悬挂的书画作品中有破陈居士和原名主人的玺印，所以才出现了雍正妃嫔像一说。也有专家推断，这只是从圆明园深柳读书堂屏风拆下的美人绢画寄予了帝王对于俗世美人向往，与雍正嫔妃像并无关系。当然我刚才说的只是原画的情况，至于这幅民间仿作，过去的文人不都这样吗？对帝王美人恭维秘史，存在很多不切实际的旖旎幻想。就比如说民国时期写的这些演绎，很多都是天马行空。哎，我在想，会不会是第一次接受作画的这个人，根据当时原画所提供的情境，加入了很多自己的想象空间，但是这个购买画的人不满意，要求画家严格的按照原画进行创作，但是到了最后，画家还是不甘心，就把自己的想法给裱了进去，有没有这种可能性？那也有可能是个贫病交加的文人在作画时突然发病，渲染画作，所以不得不隐藏。我觉得原编导的这个想法其实有点牵强了。如果真的是渲染画作的话，那换一块画布不就好了吗？我还是比较赞同木导这个想法，很奇特。我知道，为了炫技嘛，一比一的还原画作多容易啊，只有这么画才能显示出他不凡的画工还有装裱的技术，你们这些凡人不会懂的。顾总，出事了。出什么事儿了？你们看，这是《非遗物语》十分钟前刚上线的下期预告，采访内容和切入点和我们节目完全一致。明明有先进的现代印刷技术，一小时可以印出10000张画，学会操作也只是几个月，而木板水印呢，得一块一块的刻板，培养一个熟练的匠人需要5年，复刻清宫上河图8年，韩熙载湮乐图从策划到完成用了整整20年的时间。这么耗时又费力的东西，我不明白它有什么。怎么能出这样的乱子呢？再聊，联系我找小涛了吗？除非主动，联系不上，否则终将走向。而且这所有的镜头还有剪辑点跟咱们的节目都是一模一样的。未来，这是不是有人看过咱们的素材啊？袁编导，我希望你就这件事情给我们大家一个交代。王姐，你什么意思啊？你怀疑是我泄露了公司素材？我认为你现在和庄一的立场并不适合坐在一块儿愉快的聊天喝茶。是，他邀请我去非遗物语，被我一口回绝了。难道就因为我们见了个面，你就怀疑是我泄露了素材？明明他才是那个真正值得被怀疑的人。我？素材剪辑好之后，第一时间送给你去审阅。公司还不够尊重你这位总编导吗？还是说你回公司就是为了彻底摧毁节目？我没有。于在早接收过素材以后，一直从我留在手画斋，他根本没有机会把这个素材送给别人。你能24小时形影不离地盯着他吗？袁编导，不要因为一时愤慨而相互攻击，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任何人都不应该被怀疑。你也不相信我？好了，以后会慢慢调查清楚的。不用等以后了，对于轻易怀疑我职业操守的公司，我没有再留下去的必要。袁明导啊，阿旭，让他去。当务之急，必须找到赵小涛，把事情问清楚了。我想我知道他在哪儿。走吧。谢瑶，走，一起。等一下，袁编导。袁编导，不能冷静一会儿，等事情查清楚吗？请代我转交，谢谢。
的作用。原编导真的出卖了公司的机密啊？是谁知道？那也是，顾总会追究他责任吗？这接触原素材的人又不止他一个，谁知道哪个环节流出去的？这要我说，他就这么离开，这可不就是做贼心虚吗？说的也是吧。你先看，我去接水。俊哥，谢谢。他都出卖了公司的机密，还有什么可谈的？你听我解释，你不用跟我解释，去公安局解释。从一开始就没想挖我过去，他自己约了我，又找人约了汪姐出去，故意让汪姐看见我和庄一见面，就是为了从内部进行分化。石庸阁，我有话跟你说。今天庄一找我了，他想让我去他那边。那你在这儿，汪姐呢？汪姐让我们自己解决，这个点儿应该在睡美容觉了吧。顾总，您知道公司内部出了问题，还让素材流出去了？我相信你会拿出更好的创意。就这么简单？不然呢？大家觉得怎么样？这次虽然各大文博单位和名家个人都有送展品来参展，但这数量都是有限的，而且多数代表性的钟表作品没有参展。更重要的是，考虑到文物的保护，所以你要想申请拍摄许可证太难了。那问题就来了，到底我们该怎么去拍？大家想想。怎么了？一个来自编导的绝望。又怎么了？对汪姐的话表示赞同。非遗物语要去广州和瑞士取材了。啊？那表现呢？还去瑞士？顾总，如果要做钟表呢，可以去拍钟表修复。介绍古董钟表修复师，但是也有问题。一来，珠玉在前，意义不大；二来，这个钟表修复时间太久了，我们不可能拿出半年的时间去跟拍吧。如果要是浮光掠影的拍，那我们拍的意义何在呢？还有，古董钟它得动起来，观众才能知道它有多美。但是它的开动表演，每个博物馆都是有严格计划的。难道不是因为大家都有固定的思维，总是局限于文物的本身，找不到更好的角度吗？每一座古董钟背后一定有它的故事，想办法把它挖掘出来，不就是我们的工作吗？到现在，我听到的就是各种的麻烦，根本没有听到解决的方案。大家这不是在开会，在商量研究吗？嗯。老板，你们别看我呀，我就只是个摄影师，有什么都不懂。摄影师用眼睛看文物，和其他人是一样的吗？如果是一样的话，你为什么做摄影师？做观众不是更轻松吗？
陶唐怎么还没有来？一直在联系，可能是欠费了吧。我现在去找他。很好，但是这个不行。为什么不行？沙画起源于匈牙利，不算中国的传统非遗工艺。弗兰克·卡口是把沙画变成了现代沙画表演艺术，但是传统的沙画起源于中国，咱们宋朝时就有沙书改画的典故，你们不知道吗？我有朋友呢，在拍古装戏，可能能用得上。用到绒花的古装剧不多，而且由于人工技艺，耗时久，工费高，剧组偏向于更廉价的朱花。非常不好意思，我们就爱莫能助了。非常不好意思，您这个作品不太符合我们的要求。哦，让您费心了。不好意思，没帮上忙。我送送您吧。再见。再见。没有啦，你要走了。坐下。木导，今天一共见了18个人，浪费了4个小时，还要继续浪费时间吗？木导，我们就不能帮帮他们吗？传承人身上得有故事，能在观众中获得普遍认同。换句话说呢，经过我们的宣传推广，他得有生存价值。还有一种可能性，像苏绣原本知名度就很高，得让出机会给其他的非遗。木导，或许他说的都对，但我还是想帮帮他们。佳颖，你的心情我非常理解，他们呢想要的是传统的坚守，我也理解，但是社会对他们的要求就是必须符合当下的欣赏潮流和价值取向，只有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点，他们才能够继续生存下去，否则的话，佳颖，你就试想，尽力就够了啊！别给自己太大压力。哎，小鱼，你看，刚才苏绣是送给我的，哇，你看好美啊，这绣工，你看这绣的多精致啊！怎么啦？没精打采的，好无聊啊！无聊？这不无聊啊！我出去一趟。啊？你去哪儿啊？啊？李明导，你看，看谁怎么？小鱼，没事，拜。小鱼。哎，蓉，你先看看，你看看摄影组，你看这画面。小鱼今天情绪好像不太对啊。一般人呢，也都会有灰心丧气的时候。但至于鱼再早嘛，小鱼怎么了？他的心是钢铁炼成的，什么都不会怕。你看，先看这个，啊，是钢铁也会融化的嘛？这世界上哪有人心是无坚不摧的呢？那你也得先看看我这摄影作品吧。我不看。啊，我今天跑了一整天，水都没顾上喝。你看这个。剧装戏剧的制造技艺怎么样？其实我们可以借着这个机会啊，宣传一下这个戏装，顺便带着苏绣。我们没做过苏绣吧？
我倒是认识一位非常有名的苏绣师，要不然开完会如果有时间，我去拜访他一下，看他愿不愿意接受采访。不介意我一起去吧？阿勋，于再早怎么还没有来？他请假。韩先生你好，我也是传承节目组的编导。你好。是这样，我听姚老师说他收集的很多资料都在您这边，我也想看看，您不介意吧？没关系，姚老师给我打过电话了，你们走吧。你们怎么来了？穆导说庄依依那边又出新招了，姚老师嘴巴太紧套不出来，可以从韩勋下手。我的意思是你们来干嘛？怎么我不能来啊？怎么了？没事，好搭档我们是。再给我上来吧。阿健，回来了。哎，谢瑶。哎，这是清代光绪年间玫瑰紫色缎平金绣凤细牡丹网纹女靠，你看这些绣花，还有做工，这些啊。都是老师带领团队为各大剧团还有影视公司设计的服装，每一处细节都记录得非常清楚，留给后代做一个参考。现在的戏剧正在发展，有很多新编历史剧，我们在设计服装的时候也考虑到了更多年轻观众的审美，还有各种各样舞台的需求。你看这个，还有这个，这些剧装戏剧全靠手工，它效率低下，市场又狭小，您觉得以后还会有多少人愿意来学戏呢？你们都爱这么问，但这么好的工艺失传了该怎么办？人们总是会说你们生产的这么慢，如果适应机械化的时代，还有人会问我放着好好的设计师不去做，跑来做行头，现在还有多少人喜欢听戏呀？但是我想中国有这么多人，只要一个人喜欢传统的东西，肯认真去学，那么这个传承就不会断。老师还说，一件戏衣有数十道的工序，每一个细节都要慢慢的去做，急不得。所以我一直都不理解，为什么人们都那么急呢？韩先生，谢谢。今天我们的拍摄差不多了，我们就先告辞了。哦，我还有其他资料，我拿给你看一下。你给我站住！我叫你站住！隔壁住的是小孩吧？隔壁。谁啊？有什么事儿吗？我们刚刚在隔壁听到一些动静，你是不是需要帮助啊？我们可以帮你报警。谁呀？夫妻吵架不是很常见吗？别动我先生了，快走吧。我们真的可以帮你的，你开门好不好？佳莹。人家都说了，别管了。哎，他
可能真的需要帮助啊。请带回去看。谢谢。这样的事每天都会发生吗？其实很早以前我就知道了，有的事根本不是咱们能插得了手的。你以为你想救人家，但其实到最后才发现自己的能力不足，非但没有帮上忙，反而还害得人家更惨。人家竟表明态度了，只需要让咱们视而不见，照做吧。再见。鱼再早怎么这么晚了没有走？你耳朵聋啊？啊！我叫你站住，你没听见是吧？放开出去！放开出去！佳音，荣哥，那么晚为什么不回家？我刚好来看看今天拍的素材，准备要走呢。你紧张什么？没有啊。你方便送我一下吗？当然方便了。走吧。走吧。顾总，恕我直言啊，就这些镜头吧，在以往的纪录片和综艺里全都能看到，我觉得我们没有拍出亮点啊。是这样，庄依依呢最近刚接了部电影，正是她流量最高的时候，她的剧装首秀我相信一定会引起大家的注意，话题度有，热度有，网综我们也不能轻视。但就是这么一期的节目热度比较高而已，应该不会影响大局吧。对不起，打扰各位。于再早，你给我出来，我要跟你谈谈。他俩是怎么了？哎，小仙，你平时跟他们走得近，他们怎么了？你一定是知道有什么，所以你不说。没事儿，没大事儿。你为什么删我素材？你是说那段声音，还是你从韩勋行车记录仪里拿到的视频？你看到了。那你预备怎么做呢？放到节目花絮里，引导观众去发现。我只是想帮一个无助的女人。那你说韩勋为什么要借助媒体的力量呢？过去的三年里，韩勋报警了6次，
可是每一次苏华都选择隐瞒真相，袒护自己的丈夫。这样的人我们为什么要帮他？那栏目也是需要有爆点的社会话题啊。从前没有改良酱子的时候，霉变的酱子致癌率很高，所以很多装裱师傅都得了癌症。赵师傅在镜头背后也一直在服用抗癌的药物，职业隐患确实是一个可以引发社会共鸣的话题。你说我为什么不拍？我们的主题是宣传非遗和文化，整体的基调应该是快乐而又轻松的。佳音，离婚诉讼去法院，社会正义性话题找家庭伦理节目，我认为你是专业的，在这一点应该有共识啊。在成为一个节目的编导前，我首先是个人，更是一名女性，我们明明可以在不影响节目的基础上帮她一把的。给我。什么？我替老板背了黑锅，是不是应该给我应有的信任呢？找阿迅。顾总，小鱼今天都在剪辑室里。都给他了吗？给了。如果你给他，你就不担心？既然视频给了他，他到底要怎么处理？随便他。阿迅，到底出什么事了？今天原编导的脸色也好难看。大事，别问啊。张小姐，您的戏服已经改好了。在我们这行呢，有句行话叫做宁穿破不穿错，戏服得符合人物和剧情，不是越华丽越好的。你好，我这么说。你好，我来找韩先生，在那边，谢谢。我来向你说声谢谢，也要向你说声对不起。张小姐，您说的没错，但是衣服穿在我身上，就算是穿错了，也会变得很时尚的。这样吧，回头我把戏服试一下，再跟您讨论。但是我个人认为，洗手间在哪里啊？出门右转。这样，那我去安排一下，改好了通知您。谢谢。我们无法直接帮助苏华女士，可是如果她愿意，我们可以带她报警，或是向她寻求妇联、社会媒体的帮助。你根本不知道她丈夫是什么样的人，每次华姐想摆脱她，都会遭到报复。她不想连累自己的父母，才不敢向别人求助呢。对不起。我不管。你们是拍文化还是拍新闻，只要你们手里握着摄影机，掌握着话语权，你们就应该替看不见的人看见，替说不了话的人发声。如果连你们都视而不见，充耳不闻，那有谁能帮助他呢？真的很抱歉。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你吗？明天我在玉编导，先走了啊。走了。拜拜。拜拜，玉编导。拜拜。陶教授好。陶教授。哎。你要的书，谢谢。你吃饭了吗？等等等等，再等等。等什么？来了。你利用庄一？怎么能叫利用呢？你可别忘了，她是个女明星，女明星是需要热度的，没有热度也要炒热的。该是她回馈社会的时候啦。快，赶紧集合大家。打电话，要不来不及了。佳颖这边，出什么事了？怎么那么急啊？我也不知道，小鱼叫我来的。哎，不好意思，堵车来晚了。哎，但是咱们来这干嘛？哎，小心。来来来来来。这什么意思啊？各位，大家今天要辛苦一下了。陶教授，陶教授，上来吧，小姨。走吧。哎，走吧。来，小心，别碰着了啊！小心点，小心点。嗯、鱼再早，你就不能提前把计划告诉我们？你看我们都忙成什么样子了。不好意思啊，都是因为我。不怪您。现在当务之急就是赶紧收拾东西。您不是说您老公，就是那个不是男人的东西，您不是他一个小时之内就要回来了吗？咱在他来之前赶紧把东西收拾完。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总之真的很谢谢你们。哎，没事儿。哎，蓉蓉，蓉蓉、啊、我来我来我来、啊、放我这儿。小心住啊。没事没事没事。小心啊。小鱼，你快来帮忙。这些叫什么呀？北京贱人。哦，真好看。陶陶你看像不像手办？嗯，你要是喜欢就送给你，我自己做的，不值什么钱。不要妄自菲薄，要做匠人你懂雕塑彩绘，还得会做服装头饰。它和剧招戏剧一样，是包含了多种传统手工艺的综合性艺术，可惜知道人都不多，很多从业人员都当业余爱好。为什么呀？因为在中国大家没有意识到从事这些门类的不是匠人，而是艺术家。他们一直笑话我，都多大人了还喜欢玩娃娃，也不知道惭愧，可我就是喜欢呀。妈妈做的娃娃最好看，妈妈是天底下最厉害的人。说得对，喜欢娃娃怎么了？关他们屁。关他们啥事儿？还不快帮忙！双一带来的舆论压力让他很长时间不会骚扰你，你的父母在新住所等候，律师也会很快联系你，他会带你去验伤并且商议离婚后的事宜，相信我，一切都会好。谢谢你们，抓紧时间快走吧。走吧。
送给你。再见。再见。再见。他今后一切能顺利，但是咱们今天是帮了他们了，谁知道以后他的生活会怎么样呢？那生活再辛苦，只要母女二人在一起，能比现在差到哪儿去啊？嗯，他说送我了，可不可爱？好可爱哦！谢谢你啊，没想到有一天庄一也能派上大用场。他这么聪明的人，怎么会一无所知呢？你在利用他，他也在利用你们。庄一现在的微博啊，热度非常高。周先生设计了新雷锋塔和杭州灵隐同殿，你要是谈同建筑的话，一定绕不开这个人。但如果你要是讲宣德炉修复的话，其实我觉得这反倒更适合我们发挥情景剧场的优势。这毕竟是我们收视率最高的一个环节。嗯，确实还是娱乐性环节能确保收视率。看看能不能挖掘出好故事吧。小鱼呢？他怎么没来呀？他来了更方便我们讨论。嗨，小鱼。哎，终于出现了。十二岁的时候喝过一种饮料，能让我灵感迸发，但我忘了是哪种。你记性可真好。蓉蓉，你这是什么？苹果醋。你刚才喝那么多了，可酸啊。我脸红了吗？呀，这都红了。你看，那可别喝了啊！这怎么还喝呀？没事了吧？你苹果醋喝醉了吧？什么奇葩体质？哎，小鱼，小鱼，真喝醉了，喝了这么多肯定中毒了。小鱼，小鱼，喂，孙导，鱼在早呢，怎么打电话也不接呀？找鱼在早啊？对呀，他人呢？我们在一块儿呢。哎呦，赶紧让他回来呀！
喂。哟，汪姐啊。保证半个小时之内到。不行啊，把他。要不用这个？他也不是罪犯。嗯。你没事吧，小鱼？嗯，再见。啊，小鱼，我陪你去。汪姐，我们先走了。啊，你慢一点，等等我。小鱼，问题人物。鱼在找呢，啊！吓死我了。小鱼在外面忙呢，怎么了？叔叔，你说什么鸟飞得最高啊？什么鸟飞得最高？哦，黑白兀鹫，听说能飞上上万米的高空呢。嗯，怎么了？你不觉得就是鱼在找吗？在外面瞎扑腾，敢和飞机肩并肩了。这个文件挺重要的，等他回来之后一定盯住他看啊。好嘞。哎，还给我了，我看看。难得你画得这么细致，可惜我们不拍影视剧，你没什么实践的机会。于编导，于编导，于编导，有您的快递，请签收一下。谢谢，不客气。小鱼，回来的正好，你看看，多拍拍小剧场吧，不要浪费蓉蓉的才华。知道了，莹莹。不要叫我莹莹。好的，佳佳。我。谁说非要拍电视剧才能实践呢？哎，干嘛干嘛？不，别拿我宝贝机器。小鱼，你要干嘛？镜头朝这边。干嘛？我不行。美妆直播，你可以。我。来吧，蓉蓉，就画你本子上那个唐代的妆，先试录一下。哎，好嘞。镜头稍微紧一点。紧点啊。我先给他卸个妆。哎，现在准备好了？嗯，好，不用紧张，就当这个镜头不存在。来，三二一。画好了，我美吗？袁明道，我挺同情你的。蓉蓉，咱商量个事儿啊，以后咱别做什么美妆直播了，不然观众一看见都以为进了恐怖直播呢，能把人家给吓。哎，什么恐怖直播间？其实。
看着也挺喜庆的。谢谢啊。哎，视频的事怎么样了？已经弄好了。嗯。木导。木导，这是唐代九云赴原装。哦，这个审美好，特别好。在哪里？就在姐姐房呢。啊，你们继续，继续，赶紧把妆卸了，简直就是个女鬼。我烦人呢。一会儿把这些素材交给宣传部的同事，让他们找个团队好好推一推，对节目也会有好处。推？推什么？总感觉少点什么。背景有点简陋，缺乏包装，他也不怎么爱说话，不过还好都不是什么大问题，正式运营之前全部可以解决。不行啊，我不行，我想都没想过，我真不行。充分的宣传加上营销再加上你的技术，假以时日，你一定可以成为当红的美妆博主，不仅仅是为了你，也是为了公司。放心吧，一切交给我了。到底少什么呢？总之先试试看吧。You don't need to argue with Diana, okay? She's always like this. She listens to no one. Even Shelfie's words means nothing to her. This is for you. Take it. 谢谢。You're welcome. 你不出去了吗？It's okay. I can help you. I mean, 我可以自己来。No, I can help you. 我自己来，我自己来。Come on. Come on. 就是这样。臭流氓！没事吧？Please. 把衣服换了。I'm bleeding. Somebody help me. Zach, somebody help me. I'm bleeding. Look at this. She hit me. Help me. 怎么了？She hit me. You're gonna be my witnesses. She hit me. Look at this. Look at this. She? Yes. 打 you? Yeah. I'm gonna sue her. I'm telling you now. 于大嫂，你疯了！你打他，他是我请来最好的摄影师，你是不是有病？他就是个流氓。What did you say? What did you say? Nothing, nothing. Jack. 啊 ，calm down. 你现在需要去 hospital 啊，咱们先止血啊。他的问题我会处理，放心吧。你给我等着，于大嫂啊。喂，菲菲姐。萨克受伤了，这怎么办呀？我们不能不拍呀，准备了这么久了，这么大的事情一定要告诉菲菲姐。好，我知道了，我刚给菲菲姐打电话，她还在开会呢。不会就是摸了你几下子吗？又不会真的对你怎么样，别的人也都在忍啊。就是，都是成年人了，怎么能耽误拍摄啊？别说了，你看她都快哭了。现在不是流泪的时候，还是去道个歉吧，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她肯定还没走远，应该在楼上，我们一起去扶个软。我再跟小说完没有？他是流氓，你们都是帮凶。我们家柔柔是来工作的，不是来受气的。走，让开。那还能不能拍了呀？性子像绵羊才会招惹这些烂人，以后要凶一点，凶凶的，知道吗？连萨克都敢打，真没见过活得这么任性的人。哦，对了，这好像不是他第一次动手打人了吧？还有麦克，暴力狂。你自己看。哇哦。我还蛮上镜的嘛，于彩草，
你怎么能公然动手啊？我没有动手啊。哎，等等，推下应该不算吧？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这种态度？你知道他们怎么说你吗？暴力倾向，故意伤人，还是别的？我跟其他人不太一样，这一点你不是早就知道了吗？你的就诊信息暴露了，可是他们之前都不知道。因为我不一样，所以他们会担心，会忧虑，不知道我下一秒会做出什么，不知道我有没有暴力倾向，不知道我会不会影响到他们日常的工作。没关系啊，这种事我也不是第一次经历了，已经很习惯了，大不了换份工作，不要太紧张啦。你明明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些。去采草。拜。你们干嘛？先上车，先上车。余编导，请驾车。小鱼，你下来，你下来嘛！进去吧。我错了。谁有病？我有病。谁有问题？我有问题。是吗？没看出来。啊，小鱼，我也有病，你都不知道。我每次跟别人吵架，我气到脸色发青，浑身发抖，我都说不出话来。我很怯懦，我一直失眠啊，这也勉强算一个吧。那个，我懒惰。我很暴躁。不止。我没病。我太傲慢了。公司需要你，团队需要你，我也。我作为老板，也特别需要你。该轮到你们展示爱的时候了。小鱼，我爱你。好了，我替我自己还有那个讨厌的人抱抱你。不要走了嘛。对，留下来了。那个，你要是真走了，蓉蓉也会恨我一辈子的。留下来吧。真麻烦。满意了吧？进去吧。嗯。再给你画个这个，逗看点。你们干嘛呢？来啦！哎，看清楚了。干什么呢？走吧，快走！站住！别跑！你怎么样？有没有受伤？哪不舒服？是不是眼睛不舒服啊？没事，老板，你让我看看。没追上，让他们跑了。报警！哎，好。没事吧？你真的没事？别担心，明天我找人处理。哟，怎么了？哎，小鱼，你这是得罪谁了呀？哎呀，不过你这个个性啊，就是爱得罪人。没事儿，别怕啊。
庄一在录制节目的时候突然晕倒了，送去了医院，不知道从哪儿传的消息，说摆拍的事情疑惑至今，才受到了打击，粉丝自然找罪魁祸首算账了。庄一出道就那种乖巧的民国少女，收获了一大票男粉，粉丝做事有时候就是不理智。你最近啊，出入小心点，千万别一个人，听见没有？嗯，谢谢王姐。阿旭，采访取消，我送你回去。没事儿，不用了，我自己回去。我先走了，王姐。你到家给我们来个电话。嗯。阿旭，来。王姐，大哥拍照了吧？拍完了。把那些网上的那些照片号，不疼。还有这些照片。新闻我看了，我很快会解决。小心点儿。回头再说。好。昨天晚上的事为什么不告诉我？他是因为心情不好才发生了意外，人有短暂的昏迷，医生初步断定是头部外伤，幸好没有什么大事，只要留院观察48小时就能出院。他是因为我才被庄依依记恨的。你现在出现在医院，不是会更加刺激庄依依吗？我不管他是否出自于自己的主观意愿，现在来医院找麻烦的都是他的拥护者，在你们关系没有彻底了结之前，我不希望任何人来骚扰于再造。你听明白吗？你们干嘛呢？我去买杯咖啡。对不起啊。该换药了。抓紧时间收拾收拾，准备开会。你干嘛去啊？我去医院看看小鱼。哎，这要开会呢。大家好啊。小鱼，你头好了？好了，赶紧参加我们的会议吧。我是觉得这些家具单独排还行，你跟着袁林搭在一起很奇怪的。我觉得他们两个的气质非常吻合，从画面上还有色彩上来讲还是挺搭的。园林里面放家具很风格化嘛。反正呢，我还是坚持之前的想法，做乾隆下江南系列，配上小剧场，这一直是我们节目最大的卖点。放在平时没有什么问题，可是非遗物已经抢先做了清宫题材了。哎，他们做宫廷，那咱们就拍园林，就做一个古往今来的园林对比。其实我还有一个想法，我们可以请几个文学大师在这个园林里搞一个读书会，充分地发挥文字的力量，让观众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理解这园林。我送您四个字儿：曲高和寡。还读书会呢？你看看现在还有几个人看书啊？你能不能想个现实点的呀？那行，你出一个现实的。我这不拼命想的吗？你随随便便出医院，现在才会不舒服的，还不赶紧跟我回去。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于再早，你不要命了？跟我来。你先去医院。汪小姐，你说的这个找明星搞游园会啊，不行，不是创意。那你提出个建设性的意见呀。明式家具，文人雅士，之前介绍过很多次了，怎么做才会有点新意呢？旧法子挺好的呀，保险。为什么那么多人旧法子呀？因为他屡试不爽。你总是用一个方法，那观众看都会厌烦的。哎，那要不就江南四大才子，唐伯虎、文征明都做过了，不新鲜。是不新鲜，大家赶紧想个新鲜的吧。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是想用流量带话题，出发点坏了，做什么都做不好。我们分析收视率啊，即便是戏中戏环节，
也只有那些观众非常熟悉的历史人物才会有观点。既然下江南系列不行，我们可以做拙政园历代主人的变迁往事，从王献臣讲到张吕谦，有文脉延续，有历史传承，又或者红楼剧组重聚。我觉得明星游园真的挺好的，你们想象一下啊，美人美景相映成趣，观众也爱看，文化呀就要讲得润物细无声，强塞是不行的。那现在观众看电视都倍速看，是不是？就这么办。荣登全年收视最高的文化节目，完美收官。哎，小心别洒！来了！啊，辛苦辛苦辛苦！大家辛苦了！哎，太辛苦了！老板辛苦了！来一瓶！加油！加油！加油！干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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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肿瘤又不是长在你的脑袋里，哭什么呢？就不能动手术吗？医生说长的位置不太好，所以那你怎么办嘛？姐夫怎么办？还有我们怎么办？剩下的时间我想到处走一走看一看，我不想把珍贵的时间都留在病床上。至于节目莹莹，以后就全部拜托你了。我不行，我不行，我真的不行。我们节目你怎么办呀？你怎么办呀？你怎么不早说嘛？你早说我就不那么对你了吗？你怎么那么傻吗？有办法的，肯定有办法，是不是？肯定会有办法的。没事的，没事的，会好的，会好的。街对面，谁又在左右又走着去徘徊？给，送给你的礼物，除了对艺术的热忱与执着是一样。谁又一次无情地离开了地面？放下那放不开的手，推开让你走远。我看向大海，望不到你在的站台，放下的很无奈，只能沉默，让自己变得不依赖。
我终于知道我爸为什么把你送过来了。为什么？他把你送过来毁灭。耶，成就。下一期，最后再来一次公平的比试。好啊，我最喜欢比试了。人生呢，不是你这样思考就能思考得出来的，拍摄方案也不是这样凭空就能蹦出来的。这是我给你做的强身健体的饮料，你把它全部喝光啊，一口都不能剩。公司需要你，团队需要你，我作为老板也特别需要你。不要走了，留下来，留下来吧。好漂亮啊，这服装！你在哪拍的？这就在那个苏绣博物馆啊。啊、哦，前两天我骑车去了一趟。拍的真好，这个好看，你再放大给我看。哇，这个好看！啊，这个好看，这要是配合我的妆容一起，那真的很漂亮。哎，莹莹。哎呀，莹莹。小鱼只是去法国度假了嘛，很快就回来了。就是啊。啊，这怎么了？他不会再回来了。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他得了脑癌，他根本不是去度假的。我知道这样我就不去的了。他得了脑癌？你说什么呢？你真的？他亲口跟我说的。你个病人要去哪儿？跟我回去。等等。走。于再走，你是不是想等死啊？好，那你就死在我面前，哪儿都不许去。你听到了吗？你不是一直活得很任性吗？你怎么会学着默默无闻的去死呢？就算是生病，你也会闹得天翻地覆，让所有人为你哭才对，不是吗？
顾时庸，谢谢你。虽然你是一个吝啬又爱剥削员工的老板，但你是一个好朋友，很好很好的朋友。余家早，这一次你能为我留下来吗？那阿姨呢？你忍心抛下她一个人走吗？对了，还有陶唐，你连告别的机会都不给她吗？你再早，你怎么会那么狠心啊？她还在生我的气呢，我给她打了好多电话她都不接。至于小姨，她已经为我耽误了很多年，现在好不容易找到自己的幸福，我不想再耽误她了。我就知道，最后佳音一定忍不住要跟你们说，所以我写了一封信，请你帮我转交给小姨，可以吗？我不喜欢告别，拜托了。好玩吗？你回来了，对不起，走错了。没错，就是认识一下新的伙伴。
这什么情况？这是木导呢？木导受文艺片的邀请，正在筹备。汪姐呢？汪姐失眠太严重了，影响了她的工作状态。你也知道她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说现在观众面前一定是最好的她，所以。那谢瑶跟苏荣呢？搪塞无效，坦白从宽。苏荣如今是当红美妆博主，直播带货都接不完，怎么可能顾得来呢？谢瑶辞职去做新闻摄影师了，她说那才是她真正的人生理想。你谁都问了一遍，就是不问我，想死吗？于再早，你的笔记本电脑跟水杯不是在会议室的桌上吗？我又没想。欢迎回来。管你有没有来呢？你说什么？好了，不闹了，啊。该去会议室跟新团队打招呼了。嗯。人家都等着你呢。木导，大家好。汪姐，哎，唐教授，哎，汪姐，哎，顾总，顾总，木导，蓉蓉，欢迎大家回来。事先声明啊，拍完了这一期，第三季我坚决不来了。那可由不得你，我在你就得在。我就等你这句话。我接到后面工作邀请了。啊？我让他们推迟一个月。就这么定了，时间紧迫，直接进入主题。好。大家先看看拍摄方案。师傅。哎。您这只能做这些图案吗？什么都能做。那我要个小猪佩奇。OK。摇回来，摇回来。行，够了，花灯够了，你们也休息休息，逛一逛吧。好的，袁编导。一会儿咱们准备拍跳舞了。好嘞，谢谢袁编导。架子要收好啊。于大嫂，嗯，来，这个插一下。走，好，等我吧。小心点啊。谢谢。小鱼，这个不错呀！哎，给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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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给我！啊，别闹！给我，给我，别加油！给我，加油！给我，给我，快点！涛涛，谢谢你，谢谢你们所有人。给我！不想同他相认吗？你看那头发跟没头风一样，那不是被你追的。好了，老白。好的。呀，怎么碎了？小雨，我来给你吧。